老龙啊，俺找你评理来了，让你瞧瞧俺谁是真谁是假。俺对老龙王，你看看我们俩谁是真的。大圣，快请。什么？你敢叫他大圣，俺才是真正的孙大圣。龙王，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假的。大圣，快请快请快请。好好的瞧瞧我们俩谁是真的谁是假的。对，瞧瞧。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大圣啊，大圣，你的本领啊，小神知道。你呀，变他，他呢变你，变来变去，都是大圣自己。什么？你仔细的瞧瞧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啊！来来来，瞧瞧。哎，你是，你是。过来，过来。过来，瞧瞧我，仔细的瞧瞧。你是你是，哎呀，别闹了，大圣，你家就别使障眼法了，你就变四个猴子，那什么也都是，都是你自己，什么都是你自己，别喝了，我可不是跟你说笑，那妖怪变成俺老孙的模样来欺骗你，你知道，别听他的，他是假的，他冒充我的模样，我才是真的孙悟空。哎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好了好了，别吵了别吵了，我确实是认不出来。认不出来，好，我有主意了。哎，老龙啊，这金箍棒你可认得？我当然认识，那是我的镇海之宝，定海神针。好，你瞧瞧，哎，你瞧，这个是真的，是假的？过来，好好瞧瞧。啊，这个，瞧我的，变。你瞧，这个是真的，是假的？瞧这个，瞧这个，他那是假的，我这是真的。这个是这个，我是真的，两个都是。你来看，掌大大，哎，看我的，我的也大，大大，掌掌。别打了。别长了，不能再长，别长了，道圣，阎王爷爷，阎王爷爷，外面两个猴子打进来了，不是，是两个孙悟空打进来了，糟了，这一个孙悟空尚且不好对付，怎么来了两个？阎王，走走。阎王，快把生死簿拿出来，看看这个妖精是什么变的。你是妖精，他是妖精，我是孙悟空。快拿生死簿来，快拿出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阿舅，阿舅，两位大圣爷爷，这上面这没有啊？什么？没有。阎王，大圣爷爷查不出来啊？查不出来。还有你这阎王管不到的地方啊！你是不是有意隐瞒，和那妖孽共同作弊？说，小王不敢，小王不敢，小王不敢。小王这里凡是猴类的都没有名号，无从查起，没地方查呀。那为什么？大圣不记得了。那年正是大圣幼年得道之时，凡是猴属名类全都。勾了，哦，哎呦，勾了去，勾了去，阿舅，大圣爷爷，阿舅大圣，什么？大圣爷爷，他是妖怪，你竟敢叫他爷爷？阿舅，你是妖怪，你是妖怪，阿舅，你是妖怪，阿舅，两位大圣爷爷，小神之罪，小神之罪，阿舅两位大圣爷爷，小神倒有个主意，阿舅有个主意，说，快说，阿舅阎王爷，
就不如把那个谛听请来。对对对对对，把谛听也叫来。啊，就是啊。有办法了，有办法了。把谛听叫来，只要他一听，无论这个天上人间真假咸鱼、善恶是非，全能辨别。就阎王爷啊，就谛听来了。啊，阎王爷，嘿嘿，这就是谛听。哦，你啊，听。怪民已经知道了，不能当面说破。哦，快说，有什么不能说的？快说。佛法无边。你这怪物，知道就是知道，不知道就说不知道，少在我面前卖关子，找打！大圣啊！啊，这妖精的神通与大圣无二。刚才这个谛听他说了，若要辨明，须到大雷音寺如来佛祖那儿去。哦，不有中有，不无中无，不色中色，不空中空，非有如有，非无如无，非色为色，非空为空，色无定色，色即是空。在后悔还来得及，等见了如来就晚了，知道吗？俺老孙从来不后悔，你看着吧，见如来去，走，走。看，那边二心的打过来了。走，走。慢，慢。怎么两个大圣？什么两个大圣？我是真的，他是假的，他是冒充的，他是冒充的。我不管你们俩谁真谁假。灵山圣地不得擅闯，你们两个小和尚不知好歹。如来佛祖，弟子参见如来。不用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佛祖，既然你已经知道了，就要为弟子辨明邪正，除去这妖怪。请如来慈悲，辨明真假，除去这妖怪。你们两个，必有一个是真，一个是假。我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你冒充我，你冒充我。妖精。观音尊者，你看这两个孙悟空，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假？弟子不能辨明。你们法力广大，能普阅周天之事，却难辨识周天之物。请我佛赐教。周天之内有五仙，天地人神鬼，有五虫，银鳞毛与鲲，但是
有四种猴子，却不在这十类之中。敢问这假悟空是哪一种？他也是天地间一灵猴。我说如来，你也不怕把这钵盂打破了？他在钵盂底下呢。善哉，悟空啊，你干嘛要打死他呀？他打伤了我师父，抢走了包袱，还毁了俺老孙的名声，我就得打死他。好了好了，回去保你师父去吧。保师父不去？怎么不去啊？他不要我了，我还去干嘛？这一番劫难都因为你师徒二人不和，颇有疑猜而起。人不可有二心，否则必将招灾引祸。你要谨记，今后要一心辅佐你师父才是。你这话跟我说没用，他一心要赶走我，我没办法。你这泼猴，我让观音送你去。尊。